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محمد رسول الله.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محمد رسول الله. 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حمد لله الذي أنزل الفرقان على عبده ليكون نذيرا للعالمين وحجة على الناس أجمعين. ونشهد أن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وحده لا شريك له، له الملك وله الحمد، لم يلد ولم يولد ولم يكن له كفوا احد. ونشهد ان سيدنا حبيبنا رسولنا واسوتنا محمدا عبده ورسوله، وصلوات الله وتسليماته على سيد المرسلين واشرف الانبياء وعلى آله وأصحابه ومن تبعوكم بإحسان إلى يوم الدين. وبعد،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قال الله تعالى في القرآن الكريم: ألم تر كيف ضرب الله مثلا كلمة طيبة كشجرة طيبة أصلها ثابت وفرعها في السماء. الله في سورة إبراهيم في 24节当中 الله 说， 难道你不知道珍珠有过这样一个比喻吗？ 一句良言，这句良言它不是一般的语言，它专指kalima tawhid，la ilaha illallah，Muhammadur Rasulullah。这句话好比一棵有名的树，枣树。 葡萄树，或者是人们的理智当中相上的任何一棵树，都有可能。总而言之讲，这样的一句话，它就像是有两的一棵树，它的根深蒂固，它的根扎得很深，这一棵树的枝条。 高耸如云啊，非常茂盛茂密。通过阿拉的许可，他会按时结出一些果实。阿拉给主人打了许多比方，以便他们从中汲取营养，他们汲取教诲。这是苏拉伊布拉欣。 第25节和第26节，伟大仁慈的阿拉姆苏布罕尼夫瓦贾阿拉，为了让人们得到正道，为了让人们在今世过上祥和幸福的生活，进一步通过今世的耕耘。 获得忽视的云君的天堂，在古兰经当中，阿拉运用了多元化的一些劝谏方法。是阿拉是警告，是阿拉是许愿。有时候阿拉在发怒，有时候阿拉在期待，有时候阿拉在打比喻，有时候阿拉通过讲故事。
来应许我们的时候，在苏勒伊布拉欣当中呢，安拉就运用了大比方、比喻这样一种手法来劝告我们这些罪人，体现了安拉的拉哈曼、拉希姆的属性。安拉为什么要用这样多元化的手段来启发我们呢？希望我们能够听他的话，能够分辨是非，能够获得正道。所以安拉打了一个比方，前面讲的这个事情是开你的课一般，每个穆斯林的心中必须要有这样一棵树。假如你的心里面没有这一棵树的话，你就是一个非穆斯林，你就是不是一个顺从阿拉的人。所以每一个想进入天堂的人，顺从阿拉的人，必须心里面要有这一棵优良的树。那么我们这些人，我们问一问自己，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这样一棵树？它的根扎得很深，它的枝条又很茂盛，并且你不按时结出果实，这样的树在我们的心里有没有？释迦牟尼佛和菩萨在麦加13年当中，他没有做其他的事，他就是在一些所好的行路当中要种下这一棵信仰的大树。不要以为这一棵树非常简单，就像这个世界上这一棵树那样简单，不是，它是非常辛苦非常艰难。释迦牟尼佛和菩萨花了13年的时间，在所还的心目当中种下了这样一棵树。阿拉在古兰经当中讲过，Inna Allah la yaghfiru an yushraka bihi wa yaghfiru ma dun dhalika liman yasha。 阿拉在古兰经当中说，阿拉不饶恕一种罪恶，除此之外其他的罪恶阿拉都有可能饶恕。这一种不可饶恕的罪恶是什么？最大的罪恶是什么？是一无配珠。这样的罪恶阿拉不会饶恕，其他的罪恶呢阿拉会饶恕。那么我们的穆斯林兄弟们要问，既然阿拉所有的罪恶都能饶恕，我们只有一个，就是这个原则我们不犯，我们不一无可除，其他的罪恶阿拉都可以饶恕啊。前面讲过了，信仰是一棵大树，你们见过没有枝干的光秃秃的树干的这样一棵树吗？见过没有叶子、没有花、没有果实这样一棵树吗？只有你去培养这一棵树，为它浇水，为它施肥，为它除虫害，这样的你去关心培养这一棵树的时候，这一棵树会陪着你一直到死亡。它会陪着你到临终，否则你没有培养这一棵树的时候，在你临终之前，你的这一棵树也会死亡。每天为什么要做五饭礼拜？就是这培养的这一棵树。阿拉提醒我们：“我的主啊，这些人来了，共同祝福的后裔。”穆斯林朋友们要记住，阿拉对我们的天命和一个是两种，一种天命是有时间性的，一种天命是长期性的。这种暂时性的叫法律的安格，它就是诸如礼拜啊、分斋啊这一类，它
可是下面一听啊，格鲁道理说，我非常奇怪的是，假如
界的穆斯林朋友们，我们不仅仅要为安拉而死，为安拉而相处生命的人，我们更需要为安拉的救命而活的人。这样活，他比死更有价值、更有意义。下面就说，在这有超过30亿人、40亿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伊斯兰。就像这一次我们在海南，啊，有一个道友陪了我们3天。这个道友呢，他是专门挑出来在这个旅游公司里面算是最了解伊斯兰的人，啊，小心翼翼的接待我们这个阿訇团，然后他要在车上进行他的导游节目的时候，我就告诉他，听下来我们有自己的节目，然后呢我们在沿途的这个车上面啊，就讲解伊斯兰，啊，恭诵古尔安，赞圣人阿里斯拉布斯拉，这样3天下来，这个导游就说，啊，飙了3次牌，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穆斯林，从来没有见过像你们这样安适随地，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坚持礼拜五方面，啊，在你们的这些观光旅游当中看不到不健康的东西。看不到你们的愤怒，看不到你们的苛刻，看到的是你们对道友的宽容，看到的是你们的理解，看到的是你们的老鼠屎。他说他下定决心一定要了解一下，然后我们呢随行的就给他赠送了一些书本。他说他从来不知道穆斯林是这样子。想一想，我们中国有多少穆斯林？中国有多少非穆斯林？那些非穆斯林为什么不会加入伊斯兰？不是因为伊斯兰不有信，不是因为伊斯兰是一个可怕的宗教，而是因为他们完全不了解伊斯兰。那些非穆斯林一提起伊斯兰，就像通过古兰经了解伊斯兰，但是殊不知伊斯兰通过古兰经了解的话还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古兰经的博大精深，你想读懂它的话需要各种知识来铺垫，要不你会读得一头雾水呀。那么这个工作应该由我们这些穆斯林来做，就像各位导演提出的，不要你为伊斯兰而死，要你是你为阿拉而活。现在我们有可能我们这一些人当中啊，大家如果为伊斯兰献出生命的时候，一步就可以跨入天堂，也许有人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你为了阿拉而活着，为自己身边的人去宣传伊斯兰，很少有人去做。那么这是我们解放军的责任啊，这是我们的伊斯兰，我们的使命啊。中国的穆斯林由中国的穆斯林不宣传伊斯兰给中国的非穆斯林，我们派一个语言不同的外国人来宣传吗？他的导游说，那们来呀لا يعرف عن محمد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شيئا أو يعرف عن الإسلام صورة مشوهة. 有些人根本不知道伊斯兰，不知道我们的圣人，不知道古兰。有些人他知道的是被歪曲的、被丑化的、妖魔化的伊斯兰。那么在这样的一个
三十年前我们这些人怎么办？我们的心中有没有信仰的一棵树？我们的这一棵树有没有结出比阿拉为伊斯兰而活着的果实？啊，这就是赫尔多恩他在这个科威特啊11月4号科威特的大会上发出的呼吁，为阿拉为伊斯兰而活着。我觉得信仰这个大树结出的最圣洁的果实，它就是为阿拉而活着。希望我们每个人担负起宣传伊斯兰的责任，让别人知道什么是伊斯兰，什么是穆斯林，什么是古兰经。由于我们给别人去宣传我们的圣人，所以别人臭骂圣人的时候，我们显得无可奈何，我们不知道从何说起。我跟大家讲过，很少有穆斯林啊很系统的学过我们是阿里斯拉和斯拉姆的圣经。阿拉在古兰经当中讲给你看的那个非的苏里来的欧斯我都拿下来，是你们最佳的榜样。如果你不知道圣人是怎样生活的话，你怎么去学习他呢？圣阿里斯拉和斯拉姆是活着的古兰经，他的困难他的言行就是活生生的对古人阿里的解说。我们自己连自己的圣人都不了解的话，别人解读我们的圣人就是有情可原。在别人解读我们的圣人侮辱我们的圣人之前，请大家先学习圣人的心性，然后给别人介绍我们的圣人是什么样的人。穆斯林不仅仅是为自己而活着，不仅仅是把自己心中一马里的大树培养得非常茂密，而是要在别人的心中一样要播下信仰的种子，帮助别人培养这一棵小小的树苗。我们的穆斯林兄弟当中啊，姐妹当中啊，有一些他们的心里面有一些伊斯兰的幼苗，那一棵伊玛尼的树非常弱小，需要我们大家去关心它，去培养它。而这个关心和培养最佳最理想的地方，它就是清真寺。但是清真寺的功能呢，现在大大的萎缩，除了礼拜啊之外，很少能体现出其他的一些功能。所以我希望更多的人呢来关心我们的清真寺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关心你身边信奉伊斯兰的苗子和弱小的那些人，帮助他们培养伊玛尼的这一棵树。然后阿拉在苏尔伊布拉欣第26节又打了一个比方，一句恶言恰似一棵恶劣的树，从大地上被连根拔去，绝离于一点点安定。这一句恶言是什么？他的注释很多，今天我提一个，他就是谈言警示。圣阿里斯拉夫斯呢，在1400年以前就跟他的索哈德讲过，预言过。他说：“我的索哈德们，将来我的这个民族，穆斯林民族啊，将会是昏睡春夏里的垃圾一样，毫无价值可言。”然后那些索哈德们非常奇怪。他们问圣人：“圣人啊，是不是他们人数很少？”圣人说：“相反，他们人数很多，但是他们没有自己的身影。
那些法的说明什么呢？圣人所愿意提于两个，一个贪生怕死，第二个迷恋尽事啊。就是这两个原因导致了穆斯林就像洪水冲下来的垃圾一样。今天圣阿里斯拉德文斯拉姆的这一句还得是名言了，全世界的穆斯林有十亿多，但是他们的身影在哪里？他们的力量在哪里？他们的团结在哪里？他们的作用在哪里？他们说话全世界有分量吗？因为他们贪生怕死，很少有人为安拉活着。第二就是贪恋今世，穆斯林也跟非穆斯林一样，商人做在商人的时候，他也跟非穆斯林没有区别。做一个官的时候，他作为一个领导的时候，可能跟非穆斯林也没有什么区别。那么，穆斯林民族没有理由不变成就像圣人说的那样，洪水冲下来的垃圾。是啊，斯拉姆斯拉姆说过，贪婪这一刻，这个世界它是万恶之源啊！大家看一看，非穆斯林的这种做法，为了东西，为了钱，可以要了别人的命。前两天的三鹿奶粉，大家都知道闹得沸沸扬扬，啊，满城风雨啊！为什么那样沸沸扬扬呢？这个事件太可怕了，为了自己的钱，让别人家的小孩子，啊，你的什么结石也罢，什么什么眼更严重的病也罢，人家无所谓。你说这种厂家有良心吗？有道德吗？如果是一个穆斯林的话，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吗？是吧？所以穆斯林在哈迪斯里面说：“买来爱惜，不来惜命呢。”我们穆斯林爱财，但是取之有道，不可能做出像三鹿奶粉这样的。啊，不可能在事情里面添加什么，国际里面又添加什么，为了换钱，这不是穆斯林的做法。大家看一看，只有非穆斯林没有礼貌，不害怕安拉的人，不敬仰安拉的人，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如果不是国家检验出来的时候，他还会一直做下去，还会做得更大。但是穆斯林呢，哪怕国家不检验吧，直到安拉时刻在检视着他，哪一个穆斯林敢做这样的生意啊？我想比起金山，他也不敢做这样的生意，因为他出卖的是伊曼，出卖的是伊斯兰，出卖的是穆斯林的形象。但令人可惜的是什么？我们的穆斯林并不是所有人都好，大部分人，大部分穆斯林非常好，他们的心里面有一颗伊曼的心，所以他嘴里面长出的是说实话的果实，他的两个手变成了帮助别人的手，他的腿一般都是在帮助着别人的路上走，这是因为他的心里面有信仰的这一棵大树。但是有至少一部分穆斯林呢，他的心里面那棵树枯萎了，他的那棵信仰树的地方，他栽上了一棵贪恋今世的大树。东亚的这棵树长得越来越茂盛，越来越茂密，然后这棵树的结果是什么？被鸟啊，流行不仁，标准的损人利己呀！告诉大家，这个树在穆斯林的心里面，
不要说成长，根本不能发芽。将是这一句话的时候，一半穆斯林都会误解，不工作嘛，不做生意嘛，我们不参政嘛。告诉大家，我们的教育和动力啊，根本是不冲突。做生意、当官、参政，当一个任何社会上的角色，都遵从了安拉的命令，符合伊斯兰精神的时候，那不是动力，它是不是？那不是工作，它是礼拜的，它跟礼拜是一模一样。现在我们穆斯林为了这个之间的动力啊，为了这个暂时短暂的背信弃义、不讲信用的这个动力啊，我们惹怒了安拉，我们损害了别人，我们也丑化了伊斯兰的面目，令人痛惜啊！希望大家好好的读一读这两段阿言，在自己的心中种下以蚂蚁的手，并且去培养它，拔掉那一颗贪婪禁止的那一个坏树啊！这就是苏莱伊布拉希姆当中啊，这个安拉取得这两个意思啊，他的这个部分啊，以希望大家能够从中汲取一些营养，让信仰的大树在你的心中茁壮的成长。然后呢，这个信仰这一棵树必须要结出果实，最好的果实就是为安拉而活着。尤其是我们的一些年轻穆斯林朋友，你们身边也是一些年轻的想寻找真理的、不了解伊斯兰的那些年轻人们。上一个主妈讲了，那些年轻人们正是容易接受真理的一些人群。那么穆斯林青年们，你们每个人肩负着向别人宣传伊斯兰的重担，你们的身上应该体现出这一棵树最丰硕的果实，为安拉而活着。不管你下面选择的是什么样的职业，希望你把它变成一种崇拜安拉的礼拜。在我们穆斯林的心目当中，不应该长出贪婪禁食的这一棵树，否则这一棵树会影响我们的伊曼，这一棵树会让我们远离安拉，远离天堂。阿拉哈姆林的下面说一下我的这个此事啊，这个占用大家两分钟时间。因上了这几天我就去上学这个上学呢，一方面是充实自己的这个学识，一边更好的为大家服务；第二呢，也是以身作则，给大家是一个榜样我一个拉家带户的一个人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些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去求学，那么你们大家呢，也都应该到你们身边的清真寺去参加学习。我衷心的希望我们每个人清楚的认识什么是伊斯兰，认识正确的伊斯兰，并且去实践它，然后传授给别人。所以我想大家今天请假因上了这个明年这个考完以后我再回来再给大家继续服务。因上了一切都靠真主，希望在离开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的身体虽然各自归西，希望我们的心始终还是在一起。在你们接受的读瓦里面，伊拜兰提沟比我这个学生
做个好的读阿姨。我也希望你们继续啊，保持对伊斯兰的一种热忱啊，继续为伊斯兰而奋斗。在我不在的这一段时间之内啊，我们的舍马红啊带领这个阿红的这个职务，一切事情呢啊，大家有什么事情就跟他联络。今天我就跟大家告别，希望阿拉相助你们，保护你们。萨拉马尔库姆尔库姆尔。فإن الله يحذركم من
الدنيا حيث يكون لا يغرنكم حياة الدنيا يا عباد الله. وأقول قولي هذا وأستغفر الله لي ولكم ولجماعة المؤمنين والمؤمنات والمسلمين والمسلمات. وأقول قولي هذا وأستغفر الله لي ولكم. الحمد لله، نشهد أن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ونشهد أن سيدنا محمدا عبده ورسوله. إن الله وملائكته يصلون على النبي، يا أيها الذين آمنوا صلوا عليه وسلموا تسليما. اللهم صل وسلم على هذا النبي الكريم في الأولين وفي الآخرين، وفي النبيين وفي المرسلين، وفي كل وقت وحين، وفي الملأ الأعلى إلى يوم الدين. ربنا اغفر لنا ذنوبنا وإسرافنا في أمرنا، وثبت أقدامنا وانصرنا على القوم الكافرين. مسلم تعجمنا 在这个总会的月份当中，全世界的一些穆斯林他们在行动着，他们怀着极重的心情，他们怀着一颗前进的心，万条条去完成阿拉给他们规定的所有的总会的汉语。一些即将去朝觐的人们啊，阿拉赐予你们这。 阿拉让你们平安顺利的到达他的卡尔，一些即将去朝觐的孩子们，你们是每个人啊，你们是每个地方所派出的代表，你们在你们的被接受的祷告当中，不要忘记我们这些远离前方的一些可怜的、羸弱的一些穆斯林朋友们。 伟大的真主啊，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去朝觐你的前方，没有去探望尊贵的圣阿里·伊斯兰和斯拉姆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不想去朝见，我们不是不想去探望你的圣人，而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没有条件。 伟大的真主啊，今天我们愿意前方的时候，末日复临的时候，不要让我们远离他吧，因为我们尽管没有去朝觐也罢，我们每天在朝着他，为你真主而哭。伟大的真主啊，求你让我们赐予条件吧，让我们每个人去看看你的尊贵的前方吧。一些即将去朝觐的人们。 你们在安拉的天尊贵的神圣的天方面前，对于我们这些遥远的一些穆斯林大众的祖啊，让你们通过你们的苦，为我们这些遥远的穆斯林兄弟，给我们的圣人送上一个尊敬的舍拉布吧。希望在末日，我们能够和一些圣人们在一起，能够和那些所哈的们在一起。 能够和那些为伊斯兰而奋斗的人在一起。伟大的真主啊，现在有一部分人已经蒙受了你的眷顾，已经接受了你的慈悯，他们准备着要去前往你的尊贵的喀尔。那一些不能去朝觐的穆斯林们，他们在忧愁啊，他们在哭泣啊，他们在羡慕着。 那些即将启程的那些孩子，伟大的真主啊，如果我们没办法去朝觐的时候，求你给我们回此朝觐的希望。伟大的真主啊，在这个尊贵的月份里面，让我们全世界的穆斯林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吧，就像朝拜你的时候，他们崇拜着一个阿拉，围绕着一个前方，住着一个阿尔法那样。 他们念的推一部《古兰》，跟随着推一个圣人那样，让我们消除我们内部的隔阂的高墙吧，让我们年轻的一些穆斯林兄弟姐妹们决心吧，让我们紧紧地跟着你的圣人前进的意思。
الإسلام في الدعوة شفاء ميدان الجنزوة جيدة دولية جيدة البوليس ومن السيء شوي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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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你的援助的话，我们没办法真心祂。伟大的真主啊，你让我们的心眼你亮吧，让我们的姨妈你坚定吧，让我们的心的世俗的利用面前坚定忍耐吧。伟大的真主啊，求你给我们赐予你所喜悦的一些根本吧，你让我们愿意的一些错误的罪恶吧，求你疼赐我们这些利弱的人吧。伟大的真主啊。 希望你能够跟上我们穆斯林新娘和妇女们，让他们回归到伊斯兰的身边，紧紧地跟着你伟大的圣人的旨志，前进的伊斯兰的大道上。伟大的真主啊，求你援助那些孩子们，让他们平安，让他们顺利。希望你能够结束他们的虔诚的孩子，给他们一个彼此吧。 وإن لم تغفر لنا وترحمنا لنكونن من الخاسرين اللهم إنا نسألك العفو والعافية إنك عفو كريم تحب العفو فاعف عنا يا الله لا حول ولا قوة إلا بك يا الله اللهم أصلح أحوالنا وأصلح ذات بيننا يا رحيم يا أرحم الراحمين يا أكرم الأكرمين يا أجود الأجودين يا أحسن الخالقين يا ذا الجلال والإكرام اللهم رد شباب المسلمين ونساء المسلمين إلى الإيمان والإسلام ردا جميلا اللهم انصرنا والمسلمين المجاهدين في كل مكان يا الله اللهم انصرنا ولا تنصر علينا وكن لنا ولا تكن علينا ولا تسلط علينا من لا يرحمنا ولا يخافك يا الله اللهم اعصمنا والمسلمين من الآفات والبليات ووفقنا للطاعة والخيرات وأمتنا على السنة والجماعة وحشرنا في زمرة الصالحين ربنا آتنا في الدنيا حسنة وفي الآخرة حسنة وقنا عذاب النار ربنا إننا آمنا فاغفر لنا ذنوبنا وكفر عنا سيئاتنا وتوفنا مع الأبرار وأقول قولي هذا وأستغفر الله لي ولكم وأقيم الصلاة